念佛感应录一四，念佛遇病四，念佛三年声亡复明。编者慧净法师。宋朝梁氏女，汾阳人，少儿盲，欲以沙门教持阿弥陀佛，月三年两目忽明，女持佛名不辍。一日现空中翻盖下临，佛及菩萨同来接引，遂化去。佛祖统计净土圣贤录，与同郡淮宁县营田庄有阮念三嫂患两目将盲，常念阿弥陀佛，遂得开明。此语亲现之。王日修龙书净土文卷八。